是分着的，这个馒头都长棒子的。哎，你咋的呢？你咋这么顽皮呢？你要皮上掉虫的，我挖掉虫，挖掉虫啊！这两天养点虫啊，炒鸡蛋的这么说的，葱包肉、拌面，你咋喝能吃穿的？干这么些活儿？老的，不种鱼的或者，咱到街坊没人问的，咋还喝能吃穿呢？啊，不服老不行呀！是不是整这日子一年不如一年？撑呢，想撑也撑不，由不得你自己。那今天下午我给你炒个葱包肉拌面，我们吃吧。咦，哎呀，那必须的，葱包肉我吃吗？好肉吃上吗？哎呦，老汉，你看来馒头粉掉了，这个馒头都长棒子了，咋整呢？这个？哎，原来就是这样子嘛，就是去种麻的泡着废的嘛，那就让泡去嘛。哎，那不行呀，那不海胆来的话，把娃娃尿了咋办呢？娃不懂事儿嘛，都拿上起来往嘴头搁去呢。那咋办呢？那药也不敢打呀，我现在也不能闻那个味道，然后还有毛呢，毛在那牵着咱，创业麻烦事情。爸妈，我朋友给我介绍的这个拌面是蚂蚁药，它是世界500强拜耳的子品牌的大品牌，里面是低毒成分，而且你看它是透明凝胶状的，也没有气味。以前你们打个药把人呛的，房子都进去。哎，就是的，我听见别人说的呢，那个蚂蚁也不烂。普通的面蚁药的确不行啊，但是它就不一样，点在这儿，蚂蚁吃了不会马上死掉，还可以让它带着药回去给蚁后吃，蚁药药一窝呢，效果可好了。蚂蚁要是没有过来吃，也不容易变干变硬，失去药性，点上一次能维持3个月呢。那行，你老汉，你给我这个木板子这下都是的，那隔里隔那能缝缝，你都给我做个线儿。好，看。红伞伞，白杆杆，吃完一起躺板板。从来这儿挖过来，可才到这儿了。哎呀，年年换几房子呢？人我就不活呢，反正村也那个啥一番，年年换一番嘛，就是这一锅就行了啊。哎，多种上事儿，我们吃葱白的。这葱长起来，把一根葱你两个都吃了，不要吐水的，要吐汁的。哎，你们会吃馍坨的吗？这心疼的，这么干干的。正经不正经啊？我们新疆儿子娃娃，你看就是正经。姐妹儿，你爸不懂就放下。八多年，你换下，你能二上去吗？给我两棍儿。啊？哎呦！哎，你咋？哎，你看不见吗？你咋么正装的二道车上去了？不行，媳妇儿，你找了个好丈夫。天下最好的男人，我找了。你看这个像，这像给草，人家把我都能打倒呢。人家没把你耳倒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？啊？你给想给的这是啥？青竹、梅草还有蓼吗？哦，搬到一块儿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绿草还没出来嘛啊，就为这个嘛，是吧？绿草出来的话，就放到那坛里头去了啊。水门多神奇，连拖拉机都会开呢。老汉，哎，你会不会开拖拉机啊？你不会，还不是水门吧？倒车请注意。哎呀，你娶了这么正经一个老婆子，连拖拉机都会开呢。哎呦，这多着呢。水门好跑大。不大呢。啊，这是边一个。你快看来！哎呀，这个月真的是太好了，这两天我连一个蚂蚁都没看见。就是哎，我也没看见，是衣服断了。